九旬老汉为何如此凄凉？上白头小母女为何半夜惨叫？女生宿舍为何频频失窃？超市安全带又为何惨遭黑手？这一切的一切，是人性的扭曲，还是心理的变态？请看，何哥有话说。Thank you.
谢谢何教授为我们的下期节目。